今天我们可以吃了吗？耶！你老爸在致辞，你在问我可以吃了吗？好东西都要趁热吃啊！到到到到到 ！Next stop Plus 香港手作创意料理，蒋老板好，蒋老板你好，应该是我们先到的吧？而且我们刚刚非常幸运，一过去就找到了那个停车位。好，第一个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进去我们享用餐点的时间是30分钟。全面踏进去之后，我就开始进。哎，公平哦，要公平哦。会会会，好，来进去。好，来，欢迎光临。开始，哎，赶快进来，哎，哦，来来来，潘老师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喂，哎呦 ，Next stop Plus， 老板娘就在这里。那停车场。你们如果都没有位置，他要他停，他是停左边那台。哎，这是一个格子吗？对，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格子。那就停这就好了。嗯，不会走太远。OK 的，可以吧？嗯，这应该走过去2-3分钟而已。没有，今天很有可能会有助长的这种选项。为什么？自己开车通常都是这种。我不知道，都有这种不安的预感，还是会是车鼠？车鼠，直接睡车上的。因为这两天的住宿，我觉得就是有点开阔。十分钟，表示我们到了。耶！老板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找对了。那现在你们踏进去之后呢，开始计时30分钟的吃饭时间，两队都是一样的。是，请进。踏进去之后开始30分钟，要计30分钟吃饭才开始。哎，不是、啊、你们还行吗？服务哎，江老板，江老板，刚我跟夫人呢聊了很多，聊到他已经感动了。我香港的朋友最多，你要瓦仔跟我最好了，还有郑伊谦伊面有没有？伊面伊面，洪一江他是我师弟啊。今天我们可以吃了吗？耶！你老爸在致辞，你在问我可以吃了吗？好东西都要趁热吃啊！你看江老板跟江太太。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，来自于香港，香港地道的美食，漂亮漂亮。今天吃我们的招牌菜，就是叫叉烧三重奏。叉烧啦，来哦。叉烧，那这一样吗？内容一样？不一样。哦，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台湾会比较容易吃到的蜜汁叉烧。蜜汁叉烧，这个是柚子叉烧。柚子叉烧，甜甜的，发甜甜的，可以试上看吗？这个，哦，怎么样？嗯，这边是我们最厉害的麻辣叉烧。哇，香香啊！非常麻辣的。哇，这个是素的，因为台湾有很多吃素的朋友。素的在这里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交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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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素的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啊，他说了，哦，真的，素的素的，好吃哦，嗯，素的素的，嗯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那句话特别去改良过的，没有牛的甘草牛河。我们要试吃啊。就把你的叉烧都吃完了，好吧？一人一边，刚刚是牛子正饭跟那个太阳蛋，不要这样沾一口，沾一口。在香港，你一定要吃到这个啦吗？公仔面啦吗？这边是猪红牛腩，我们就是浓厚鲜明的，有一个热砂锅，就是下面有一个蜡烛，这个蜡烛好可爱，爱情。嗯，各位，哎，嗨，大